从前美元的戒指和黄金一样，美国和大多数其他国家都铸造了禁币，只比曾是对黄金的支付承诺。但如今美元和大多数其他世界货币并不是有黄金支持，而是有信用支持，纸张背后是纸张。20世纪20年代出德国的经历是那些主张会附近本位制，以组织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的人的经典恐怖故事。随着物价上涨，政府不断印刷更多货币，物价再次飙升，最终德国马克的价值甚至连印在之上的价值都没有。购买一条面包需要以昆纸币，而以没有票的价格高达数百万。那么稀缺的情况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加密货币？让我们看看我们日常使用的货币，它们包括美元、人民币、欧元和瑞士法郎。我在这里展示的是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的官方政府统计数据，这就是 M1、包括纸币、货币以及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因此它是现金和类似现金的东西的综合。这些图表先是的是自2008年10月以来的数据，那是比特币白皮书发布。这是这四个图表的左侧刻度，这是2008年，然后这是2019年底。你可以看到货币供应量已经膨胀了。对于每个人来说，在短短11年内，美元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2.6倍。换句话说，货币的印刷机一直在以这样的速度运转。我们并没有真正注意到这一点，因为每年我们看到的价格都会稍微上涨一点，但这就像是青蛙在开水中一样，对吧？所以青蛙在开水中坐着是并不知道，直到为时已晚，它已经背着手了。这就是我们所处的情况。现在的问题是，所有全球的法定货币都在以令人不安的速度开启印刷机，但什么才算胜利呢？在你所在国家的货币管理中，什么算是文件？和金身呢？就是它的通货膨胀速度比其他国家稍微慢一点，对吧？所以我们仍然面临这样的情况。如果你放大来看，比如说美元，你查看大约50年的时间尺度，你会看到基本上是一个指数增长曲线。这是所有储户面临的问题。如果任何拥有资产的人都在面对这种不断用现的新货币所造成的稀释效应，他们的资产就会受到影响。好的，2008年是中本聪白皮书发布的年份，这就是比特币白皮书。对此的关键见解，我不会过多深入技术细节，尽管我假设在座的每个人的纸上至少有140。如果你还没有的话，查看这篇论文并研究一下，不会花你太长时间。但我想说的是，诺贝尔奖不能颁发给一个匿名的人，但如果中本聪是真实存在的人，这显然将是诺贝尔奖级别的经济学洞见。因为经济学实际上就是对稀缺性的研究。中本聪公司所做的是合成一种方法，以在不需要中央权威来维持这种稀缺性的情况下创造数字稀缺。因此在我们所有的国家货币中，欧洲中央银行和美联储都是中央管理机构，决定如何处理货币供应。现在宏观经济理论认为，货币供应量将会扩张和收缩，以匹配社会的实际经济产出。那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社会真的很有生产力，生产了很多东西，那么这个社会在增加货币供应量方面是有正当理由的，因为他们是有生产力的。但问题在于呢，国家会陷入麻烦，他们陷入债务期，他们呢向人们承诺的服务过于昂贵，结果无法支付这些服务的费用，他们陷入了债务。因此问题在于管理不善，
导致货币供应量与基础经济规模之间这种脆弱平衡失掉。那么为什么拥有一个不需要中央委员会做出决策的稀缺来源会很有趣呢？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选择退出法定货币体系的方式，这也给法定中央影响带来了一种压力，促使他们可能做得更好。也许未来我们会有更少的金融危机，也许我们不会再经历像2009年那样的金融危机。好的，中本聪公式的实现方式有三种。那么在账户层面上，换句话说，一个人的比特币是如何与另一个人的比特币不混淆的呢？可以说，当一个人注册比特币账户时，他们实际上是在选择一个数字，他们只是从一个 R56 位德字段中选择一个数字。人们在想象巨大的数字方面真的很差，但我们谈论的是在0到10的77次方之间选择一个数字，所以这个数字后面有77个零。为了理解这有多大，想象一下银河系的直径，现在想象一下电子紧挨着排列在一起。我在这里使用的仅仅是经典电子半径，例如在整个银河系的直径上我们由电子排列在一起，对吧？结果发现这还不够，你必须拿一个电子把它放大到银河系的大小，然后再让另一组电子穿过，对吧？那么即使这样也不够，你必须把其中一个电子放大到这个大厅的大小，然后你会看到细菌一个接一个地排列，这是10的77次方。这就是你选择的随机数字空间是多么严阔，这也是为什么获得一个比特币账户不需要填写任何表格或请求账户许可的原因。你只需选择一个数字，你只需选择一个数字，那就是你的私钥，你需要保护好它，因为知道这个私钥是花费一个人比特币所必须的。整体稀缺性，即我们如何知道整个货币系统中有多少比特币，以及我们如何知道这些不会被腐蚀。好吧，稀缺性是通过一个开放的矿工网络来强制执行的。这些矿工实际上是爱八卦的会计师，他们因遵循共识规则而获得奖励。那最后呢，我们如何知道谁给谁发送了什么记录？这正是区块链所记录的内容。区块链是一系列区块，每个区块包含了这个人像，那个发送了多少钱的交易记录，每个区块只是这些交易的记录。我们怎么知道这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破坏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数据会腐烂，对吧？可能会出现损皮，可能会有一些比如数据库的状态存在不当行为。因此数据库的一位户，因为每个区块中都有一个小的数据字段，矿工可以更改这个字段，成为随机数 nonce。 每个矿工随机更改随机数，一是区块的哈希值低于一个成为难度 difficulty 的数字。通常当我们谈论哈希函数时，我们并不关心哈希函数的实际值，然后我们只关心哈希值是否与其他哈希值匹配。比如如果你在检查文件完整性，你会去下载文件的哈希值并将其与你要查找的文件的哈希值进行比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关心的是哈希值的大小，比如这个数字有多小或多大。难度是每个区块必须满足的一个数字，换句话说，每个区块的哈希值需要低于这个难度。所以为了给这个概念一个现实世界的类比，想象一下你有一本汇集账簿，每一页上记录着10分钟的交易，你想要找到一种方法确保每一页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非常稀有的。所以你可以这样做，你可以说这本汇集数每一页的质量必须是100万原子的偶数倍，对吧？因此每个汇集时
都会在枝上轻轻烘蓬，摩擦，磨去一些小部分，因为在那个层面上，你是在去雕或添加树木一个原子，所以你的答案将是一个随机数字，无论你的页面是否确实是一百万个原子的确切背书，对吧？一旦找到这个数字，那就是一个非常稀有的页面。它之所以稀有，是因为它恰好有一百万个原子的背书。因为现在它是数字化的表现，你可以完全复制它，对吧？所以现在你有了一条区块链，每一个区块都有这个稀有的属性，而区块链将它们全部连接在一起。好的，那么比特币和门罗币的稀缺性，它们都有一个原始的代码基础，因此在加密货币中有许多项目是比特币简单的被分查并稍作修改的情况，但门罗币并非如此，它是从头开始编写的。使用的脱元曲线是不同的，这是一种技术对冲的形式，在比特币中使用的是 SECP2D6K1 脱元曲线，而在门罗币中则使用 EDR19。正如我之前提到的，比特币和门罗币都需要一个41，你使用加密货必须要你知道一个数字，而这个数字就是41，这在比特币和门罗币中都是正确的。我们开始，不同的是门罗币还有一个被称为查看密钥的功能，查看密钥是另一种41，实际上是支出密钥的一个自己，查看密钥世界密，您个人参与的区块链交易所需的内容。所以如果你拥有查看密钥，你就可以看到你在区块链上参与的交易，其他所有信息仍然是加密的。地址空间不同，在比特币中是10^60，在门罗币中是10^76，因此门罗币中可用的地址更多。这意味着如果你担心生日悖论，生日悖论是指如果你有一组30个人，那么这30人中有2个人生日相同的记录，远高于你预期的概率。因此如果你将这个问题扩展到选择一个随机数字并将其成为你自己的加密货币账户，你就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就像你为你的加密货币账户选择的随机数字没有保证不会被我随后选择一样，对吧？这就是生日悖论。因此地址越多，生日悖论就越不成问题。因此发行间数是比特币和门罗币之间的另一个区别。在比特币中它是逐步进行的，你可能听说过一个叫做间班的概念。在比特币中每4年矿工作为找到区块链中一个页面的奖励所获得的比特币数量会减半。这意味着在每个矿工的日历上有一个日期被用红色圈出标志着他们的收入将减半。因此这在挖矿中引入了一些不必要的戏剧性。在门罗币中我们通过持续减少的发行量来避免这种情况。现在另一个差异在于未来很远的时间里币的发行率是什么。因此在比特币中区块奖励最终会将为零，他们预计将使用交易费用来弥补差额。在门罗币中我们担心的是我们希望始终确保矿工有动力继续为系统工作。因此在门罗币中我们有一个称为微步发行的机制，每个区块的发行量为 0.06 门罗币，这将持续下去。但基本上这些未来的钱被用来支付矿工以及需为网络提供安全性。那么元气的通货膨胀率是多少呢？在比特币中他们可以说它是零。要在比特币中人们喜欢说总共只会创造100万个比特币，这是一个容易让人理解的事情。然而在门罗币中我们有持续的现行通货膨胀，但说这是无限供应并不完全正确。因为如果你查看门罗币的通货膨胀率，它是渐进的趋向于零的。如果你查看任何宏观经济理论相关的变量，就是通货膨胀率。没有人真正关心美国的名义金额，美元每年一数模一的速度增长，重要的是百分比。在门罗币中这个百分比已经很低，并且将继续降低。
一些曲线来展示我所说的内容，这些是供应发行曲线，显示了每种类型的笔在时间函数下的存在数量。你可以看到门罗笔的起步较晚，并且它有微步发行，这种微步发行是一个恒定的线性泄露，因此这个泄露的原因是新发行的笔是奖励给帮助保护网络的矿工的。在比特币中，他们面临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即他们的笔发行即将达到100万的上限，这将基本上导致发行量接近于零。有一些论文提出，在那个时候网络的安全性可能会受到威胁。如果我们对这条曲线去第一道输会怎样，也就是说我们看看今年的供应量比去年多了多少，换句话说通货膨胀率是多少，你会看到这样的结果。我在这里比较几种不同的资产，这是黄金的通货膨胀率。我们通常不认为黄金会膨胀，但当然有矿工，他们是真正的无理矿工，在底下挖掘冰提取黄金块，以增加地面上黄金的世界供应。因此这大约是黄金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为100%。所以如果你认为黄金是可靠的货币，那么这个 1.5% 的通货膨胀率就像是一条纱线。正如你所看到的比特币和门罗币的情况，这条蓝色虚线显示了我们现在的位置。我们正处于加密货币历史上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大量的发行。为了让这些币能够流通，区块奖励相对较高。但是如果你看看这里右边，我们现在正进入一个新的稀缺时代。事实上门罗币的通货膨胀率在接下来的6年内降低于比特币，直到2025年，然后将有一个4年的时期，他们的通货膨胀率大致相同，然后从2029年开始，比特币的通货膨胀率将再次低于门罗币。但这又带来了一个问号，那些矿工将如何获得报酬以及利他们支持网络。由于这是中本公式的一个关键特征，从博弈轮的角度来看，所有矿工都被激励保持诚实，而不是为了自己的贪婪，而是吐操纵系统。谢谢。好的，有一种不必要的稀缺，那就是挖矿硬件，这在门罗币中一直是一个大问题。在比特币白皮书中，中本聪写到一台 CPU 一票，这个理念是矿工所获得的奖励应该与他们的努力成正比，它应该与矿工在挖矿中所产生的费用成正比。换句话说，矿工的支出与矿工的奖励之间理想情况下应该是线性关系。现在不行的是，或制造业的规模经济已经破坏了这种线性关系。换句话说，如果你有大约2500万美元，可以在深圳投资建立一个新的制造设施，那么呢，就可以生产出只用于比特币工作量证明的火芯片，对吧？这些是 AC 矿机啊，因此他们在比特币网络上已经存在了好几年，直到现在，比特币挖矿基本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寡头垄断，这就引出了一个去中心化的担忧，对吧？并不一定是中国拥有所有挖矿设备的问题，这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因为世界上有一个特定的地区，基本上控制了所有比特币的哈希算力。还有其他令人担忧的新闻，例如中国与西方之间日益加剧的贸易战。有一篇新闻文章报道说，中国政府最近下令，从明年开始，政府办公室只能使用中国制造的计算机硬件，有一个价值日期，所有的戴尔和其他美国公司生产的电脑都将被驱逐。因此类似的情况可能会发生在中国制造的比特币 ASIC 上。我们有点理所当然地认为世界上商品可以自由流通，但如果世界的某个部分不仅控制了所有加密哈希算力的制造，而且由于贸易战而无法出口，这会发生什么呢？
所以在门罗比中我们试图非常认真地对待这个去重新化的问题，因此我们对工作量证明做了一些更改，以支持那些小型矿工。也就是说，当比特币刚开始是普通人秩序在自己的计算机上运行比特币客户端，就有机会获得挖矿奖励，那些日子早已一去不复，因为现在的哈希算力被这些大型 ASIC 矿场所主导，所以对于任何小矿工来说，挖掘比特币几乎是绝望的。在门罗比中，我们正在努力改变这一点，因此工作量证明已经修改了几次。现在价值到上个月，门罗币的工作量证明已经变为 RandomX， 它实际上利用了 CPU 的每一个能力来进行工作量证明，基本上是一个随机程序被执行，处理器的每个核心需要两级字节的内存才能良好运行，因此这是一个设计决策，只在世的僵尸网络更难以控制网络。因为如果你的电脑感染了僵尸网络，而你 16GB 的内存中有 14GB 被占用，你可能会注意到这一点。因此在 RandomX 中使用高要求的 RAM 进行处理的设计决策是故意的。还有另一种稀缺来源，这在区块链中并不一定是你想要的，那就是对第一层的访问。因此比特币的依照区块限制导致了一个项目的分叉在比特币内部关于是否可以将区块限制在依照字节的争论基本上是一场内战，也至今仍在继续的这仍然是一场生战，而这是门罗币迄今为止所避免的。它的解决方案是使用自挂应区块大小，其中门罗币区块的最大区块大小是灵活的，可以根据需求有极地扩展或收缩，当然里面有防止系统被利用的条款。目前正在进行研究以减少交易大小，最近引入的自弹证明将交易大小减少了10倍，因此门罗币的交易费用也因此减少了10倍，因为交易费用是基于交易的签字节大小计算的。这个婴儿刚刚出生一秒钟，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的产房里，他刚刚赢得了他的第一场战斗，生存的战斗。他的父母允许我们的摄像机拍摄他的出生，他的脚印被用作识别，他还不到一分重大，这是他的第一份纪律。审判已经开始，当这个婴儿成为一个庆祝他17岁生日的年轻人时，年份将是1984年。他的1984年会是乔治·奥威尔所预见的世界吗？一个剥夺隐私的世界，一个被老大哥监视的世界。这个孩子是否会拥有布兰代司法官在实际之交所成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享受生活的权利，隐私权？比特币是透明的，因此如果你是加密货币的新手，你可能会认为拥有比特币就意味着你是匿名的，这是一种你可能听说过的神秘的匿名互联网货币。事实原非如此，大众媒体继续传播这一误导性的叙述，而比特币是完全透明的。如果你阅读比特币白皮书，里面的内容都很清楚，它明确指出发送者、接收者以及发送的金额都以明文纪律在区块链上，由于其背后有所有的工作证明。记住我之前提到的，每个区块中的交易都有一个哈希，使其成为一组非常稀有和独特的数据。这是关于100万个原子的倍数的事情，对吧？基本上这些透明的细节被写入并刻入区块链中，永远无法逃避。这是
与欧洲隐私法通用数据保护条例 GDPR 完全不兼容，例如 GDPR 中有被遗忘圈，而在比特币中则完全不存在。一旦交易被记录在比特币区块链上，它就在哪里，它将永远存在。唯一不完全透明的是比特币低值，只是一个是流进值自负川，对吧？或者说它是一个自负川。我是说，归根结底一切都是石流禁止子孵川，但比特币低值是一串看起来匿名的字母和数字，但是一旦这些与您的姓名和面孔关联起来，这种关联原数据比特币账户号码与您身份之间的结合是不会改变的，因为区块链也是永远刻在石头上的，并且它在不断增长。试图识别和揭露每个人身份的人的工作就是一场等待游戏，所以你有这个区块链，每天你都会得到一些小信息，你知道来碧玺的桥知道吗？他注册了一个交易所，对吧？所以现在他们的身份信息与此相关联，因此基本上这些元数据会在区块链上不断积累，直到你面临的情况实际上比法定货币更糟糕。当你拥有一个法定货币银行账户时，你不会期望你的银行会把你的阅读对账单张贴在银行外面的公告栏上，让每个人都能看到。但这正是比特币的情况，而且不仅仅是你邻居的人能看到，所有人都能看到，全世界的人都能看到谁给谁发送了什么，以及何时发送的。不行的是，这意味着比特币背后有一段历史，对吧？所以请记住，在比特币中所有存在的比特币最初都是作为奖励给予矿工的，一旦矿工获得了比特币并开始消费，它就开始在比特币经济中流通，对吧？但是因为区块链是透明的，它是完全可见的，每一个现存比特币的整个历史都可以追溯到这个人那个人这个人，一直到它被挖掘出来的时刻。就好像你有一张10欧元的钞票，而在这张10欧元的钞票背面，你可以看到一个漂亮的列表显示在你之前拥有过这张钞票的每一个人，对吧？这可能会带来什么负面后果呢？比如说某些无辜的人因为受到了来自某个不知情的人的钱而被错误指控，这个人可能参与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对吧？这在比特币中正在发生。比特币有一种声誉，它与价值一样可以转移，这就是拥有这种东西的深刻令人不安之处，我称之为监控币。在监控币中不仅仅是戒指在传递，还有声誉，这意味着如果你接受某人的钱，你也在接受他们的生活，就像他们的生活里是一样，这也会传递给你，这不仅仅是戒指。相比之下，门罗币是可替代的。可替代的意思是每一个货币单位与其他单位无法区分，所以如果我有10个门罗币，你有10个门罗币，然后我们把这10个门罗币交易给其他人，他们看起来仍然是这10个门罗币，没有历史记录。它的工作方式就像现金一样，它的运作方式正如你浮想的现金应该运作的那样。它通过在比特币的基础上增加3种技术来实现这一点，以保护隐私，其中之一是环签名。在环签名中，资金的发送者与其他10个资金发送者排成一列，你唯一知道在那笔交易中发生的事情是这11个人中的一个人发送了钱。所以就好像每次你花钱的时候，你都有10个朋友或10个随机的人，10个用耳，你所知道的加密信息是你们11个人中的一个人发送了钱，因此这保护了发送者的身份。接收者的身份怎么样？好吧，接收者的门罗币账户不会以微加密的形式出现在门罗币区块链上，一次性使用地址会被放在区块链上，这样可以保护接收者的隐私。那么发送的金额呢？因为有些攻击可以通过观察你消费的模式来进行。这项技术是环签名保密交易，最初是为比特币开发的，
但实际上首先在门罗币中得到了应用。还签名、保密交易代表、机密交易，所有这些因素结合在一起，是门罗币具有可替代性。因此最终结果是，在门罗币中币是无法区分的，或者说他们没有记忆，他们对自己曾经去过的地方没有记忆。这实际上是你在货币中所希望的，因为相反的情况是，如果你拥有一种记忆完美的货币，比如比特币，这不幸的会被用来错误的将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们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因为门罗币是可替代的，用户因此受益与隐私。因此门罗币区块链是公开的，就像比特币一样，世界上每个人都可以获取一个公开共享的账本，记录了谁向谁发送了什么。您只需下载门罗币软件，您也可以拥有这本账本的副本，其中包含了谁向谁发送了什么的完整历史记录。区别在于，在门罗币中，这个区块链的细节是加密的，对吗？所以如果你只是看它，你会看到加密的垃圾，你不能像在比特币中那样输入某人的比特币地址并立即看到他们有多少钱，对吧？我代表高净值客户和机构投资者，对他们来说这种特性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就像没有富人希望世界上的任何人能够输入他们的银行账户立即看到他们有多少钱，或者在他们转账或收款时立即看到一样。就像你在比特币区块链上可以做的那样，你可以设置一个小型自动化机器人来监控区块链，并在你选择的任何比特币地址有交易进出时向你的手机发送警报，对吧？这种随意监视的方式，这种对邻居进行窥探的邀请，实际上是比特币固有的一部分，它在社会中深入的越深就越隐蔽，对我们所有人的隐私构成的威胁也就越大。所以有一种诽谤是，好的，你有这笔没有历史的钱，听起来只有罪犯才会享用它，这是一种诽谤。哦，有点厌倦听到这个了。门罗币使那些没有隐私可言的人受益，因此主要的好处在于使用一种没有记忆的钱，不必担心应遇。所谓的坏人仅有一跳之遥而被错误指控不当行为。基本上，当你接受一种监控币时，你就接受了某个不良角色可能会向你发送东西的风险。比如，假设你有一家企业，你卖贴纸、或衬衫、T 恤或者一些非常无辜的东西，对吧？你决定接受比特币作为你的业务支付，对吧？你不知道的是，你收到了一份来自黑帮分子、毒贩、或类似人物的 T 恤订单。就像你根本不知道他们是毒贩，他们只是因为你是一个 T 恤卖家而给你发送一些比特币，这就是你赚钱的方式。你需要从人们那里获得资金，但因为监视区块链并将面孔和名字与区块链地址关联的人并不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们可以尝试将其编程进去，但最终这只是对这个坏人是否真的与你有关的概率评估。所以唯一能让某人发现自己被咬了一口的方式就是，哦，天哪， Coinbase 刚给我发了邮件，我的账户被关闭了，甚至我与我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关联的法币银行现在也认为我有些可疑，现在我的法币银行因为某种原因冻结了我的资金，而这与相关人员的任何行为都没有关系，只是这笔钱本身有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它背后完全有历史，它并不是真正的钱，它就像是豆豆熊，像是收藏品，这就像在这个经济中流通的有自己序列号的收藏品，这并不是真正的钱。好的，我想以一个诺贝尔奖获奖的想法结束。所以我发现并不是很多人听说过这篇论文，乔治·巴克洛夫因其在市场中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研究获得了经济学诺贝尔奖。这里有人对这篇论文了解得很好吗？好吧，好的，很好。那么我简单解释一下，二手车有两种，对吧？
有些二手车是劣质的，称为柠檬。对吧？你买了它们，然后它们立刻坏掉，这些就是柠檬。另一种二手车是桃子，这些是好车，所以那些桃子的拥有者，他们进行了所有的维护，换了机油，做了所有的工作，以确保他们有一辆好车可以出售，对吧？卖家知道他们是在卖柠檬还是桃子，卖家对此是清楚的。如果你在卖一辆劣质车，你是知道的，你只是想从中赚钱。如果你有一辆好车，你也知道，因为你一直在对那辆车进行维护。然而买车的人是无知的，因为无论是柠檬卖家还是桃子卖家都特别确保汽车的喷漆光亮无比，因此所有的汽车在买家眼中看起来都一样，所以买家知道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是脆弱的。买家知道他们可能会买到一辆柠檬，对吧？因为买家是无知的，但并不是完全无知，他们实际上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因此买方将他们的报价调整为略低于桃子的价格。这辆车的报价不会完全达到这里的理想价格，它会稍微低一些，对吧？那么会发生什么呢？如果你在卖一辆劣质车，而你看到市场上对汽车的报价很高，你会感到高兴，对吧？因为你的柠檬虽然价值很低，但可以以这个价格出售，所以卖柠檬的人很高兴，外面还有更多的傻瓜愿意买他们的柠檬，对吧？桃子卖家怎么样？桃子卖家是那些努力拥有一辆好车来出售的人，而现在他们看到的报价低于桃子的价格，他们感到沮丧和有些冒犯，对吧？因为他们所做的所有工作，所有为了保持那辆车良好状态而做的好工作，以及他们遵循的所有规则，这种良好的行为并没有以买家出价高的形式得到回报，对吧？所以桃子卖家感到沮丧，最终离开了市场。结果就是桃子卖家离开了，好吧。现在买家发现他们买到劣质商品的机会增加了，因此他们所提供的价格会下降，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向下竞赛，报价不断下降下降再下降。所有优秀的卖家都离开市场，因为他们没有得到公正的报酬。那么这与加密货币有什么关系呢？监控币就像加密货币中的二手车，他们有完整的记录和历史，显示谁曾拥有过他们。所以每当你从某人那里购买比特币，而你不知道这比特币的历史时，你在这种情况下就像是一个二手车买家，你不知道如果接受这比特币我是否会没事，我会被错误指控，不知道什么吗？谁知道现在那个拥有比特币的人可能犯了什么罪，你不知道这是否会发生在你身上，因此作为比特币的接收者，你就处于二手车买家的位置，对吗？本文中被认定为避免这种恶性竞争的手段是泄号。所以在汽车市场，例如在欧洲可能有类似的东西，你可以输入汽车的序列号或 VIN 号，然后你会得到一份报告，查看它是否曾经发生过事故。这在欧洲不存在吗？好的好的，那么这是一个商业点子，它在美国存在，叫做汽车历史报告。你输入一辆车的序列号，所有的历史信息就会显示出来，这些信息可以使汽车买卖双方的竞争环境更加平等，对吧？这在就业市场中也会发生，因此教育也是类似的情况。如果你是老板，正在招聘一名员工，而外面有100名工人申请工作，对你来说他们看起来都一样，因为这就像每个人开始看起来都一样，就像过一段时间后所有的简历看起来都一样，对吧？那么劳动的卖家将如何区分自己呢？他们将会有一个信号。所以教育就像二手车市场中的信息一样，是一种信号，对吧？所以基本上劳动的卖家自觉地获取教育资质，以向劳动的买家发出信号，表明他们的劳动将更有价值，对吗？不幸的是，教育的卖家意识到这一点后就开始出售教育，
因为他们知道前来接受教育的人只是想获得就业信号，因此教育的实际目的就被忽视了。所以这在非同质化加密货币中也在发生。目前任何在中心化交易所注册账户的人都必须做各种令人感到羞辱的事情。你需要举起一张你的身份证照片，你还需要写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这是我的名字。你基本上必须提交所有这些材料才能被认为有资格参与这个加密货币经济。因此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信号。有趣的是，在加密货币领域，目前交易所承担着对客户进行尽职调查的责任，对吗？因此交易所需要花费成本来检查这些客户。未来可能就像在教育市场和汽车市场一样，卖家将不得不越来越多地经历各种程序，以证明他们在整个系统中的价值。好的，回过头来说，我已经讨论了比特币和门罗币的稀缺性，以及比特币和门罗币的可替代性和隐私性。如果我们退一步，我可以指出我认为加密货币不会消失的原因，以及它为什么会继续存在。现在我们有了互联网，有了移动通信，这里的每个人至少都有一台非常擅长复制数据包的设备，对吧？这就是手机的功能，它们只是数据包复制器。当你获取电子邮件时，你是在将数据包从电子邮件服务器复制到你的手机上进行查看，对吧？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复制零和一的效率变得极其高效，传输这些比特的边际成本为零。那么在这个世界中什么是稀有的呢？在一个地球上每个人基本上都能免费在世界任何地方复制零和一的世界里，什么是稀有的？好吧，这将是数字稀缺性和数字隐私。数字稀缺性是指只有你知道的一串零和一，这就是加密货币，也就是私钥。隐私是指你拥有的一串零和一只有你自己知道，并且没有与所有人分享，就像你在 Facebook 上与全世界分享了你的午餐内容和生活中的奇葩细节，这些细节基本上被复制了。未来将稀缺的两样东西是数字稀缺性和数字隐私。加密货币提供了两者，而像门罗币这样的加密货币尤其提供这两者，因为他们还提供隐私保护。因此我们日常使用的货币的价值是由政府固定的纸币，甚至硬币本身并不实际值他们所代表的金额。然而他们的面值不仅由大量的黄金和白银储备所保障，还由固定这些价值的政府的稳定性所保障。只要人们对我们的政府保持信心，认为它强大而安全，他们就会继续自由地接受和使用其货币，而不会质疑其价值。因此在过去，当我们使用法定货币时，基本上你的国籍决定了你在货币方面属于哪个社区。如果你出生在欧元区，那你就使用欧元，就像我出生在美国，所以我使用美元。这种情况在你出生时就像是一的一百，取决于你出生的地方。现在由于加密货币的记账系统是一个可以遍布全球的去中心化计算机网络，这种关联的概念变得更加灵活，它变得更加开放。这真的就像教会的改革，像另一位著名的德国人马丁·路德，就像马丁·路德那样，他使神学摆脱了天主教会的集中控制，解放了人们选择以自己选择的方式进行崇拜的能力。比如由于中本聪共识，现在类似的事情变得可能，至今已有11年零一个月。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个群体，选择自己的教会，选择自己的这样说可能不太准确，但我想你明白我的意思。你可以选择一群在某些特征上达成一致的人，他们希望
自己的货币具备这些特征，而你可以自由地与这些群体中的每一个进行关联。所以比特币就是这样一个群体，显然这个群体并不太在意货币，对每一枚流通中的硬币都有完美的历史记录。这一事实，这是一大群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信念，即他们在区块链上跟踪的代币就是货币，对吗？因此在加密货币中也会出现类似的社区形成。所以我想分享一些关于门罗币社区的观察，顺便说一下，我是自愿来这里的，我自己花钱从波士顿来到这里，想和你们分享我对当前加密货币状态的理解。门罗币基本上就像一个慈善机构，没有公司在背后支持它，没有预挖矿，也没有让人们通过欺诈手段致富的方式。所有存在的门罗币都在过去分配给了一位矿工，他在进行会计工作以帮助支持网络，这与比特币的情况类似。因此比特币和门罗币都有一个积极的方面，那就是没有中央公司在操控事情以谋取利润。不，这完全是开源的草根的挖矿，只是普通的日常的人们选择在他们的电脑上运行一些点对点网络软件，加入这个在对货币的看法上有共同理念的社区。我认为门罗币社区理想主义科学，同时又非常友好，这很轻松在一些其他币种中。有很多极客在 Twitter 上活跃，他们真的很想让每个人知道他们是最顶尖的极客，但在门罗币中这种现象令人耳目一新的缺席。这里的氛围非常轻松，这是我喜欢 C3 这个地方的一个原因，氛围非常轻松，这里有很多人都在悠闲的放松。我个人在参加的门罗币聚会上观察到的就是那种共享轻松的氛围。在门罗币研究实验室，我们有全职的博士，他们专注于密码学研究。在门罗币研究实验室有一个研究流程，首先进行基础科学研究，然后对有前景的想法进行测试，接着我们会进行审计过程，实际上会聘请外部审计员来检查代码的实现。一旦这些都清理干净，我们就进入发布阶段。因此从科学到工程的技术基本上形成了一条管道，最终在门罗币核心软件的实际发布中得以推出。 LMDB 数据库是一个有趣的例子，展示了门罗币的发展进程。在门罗币的早期，整个区块链都存储在内存中，如果你能相信的话，这就对区块链的大小设定了一个严格的限制，因为它必须适应内存。 LMDB 数据库是霍华德出的创意，他是非常活跃的贡献者之一，也是一个开源 Linux 专家，已被添加到门罗币中。门罗币实际上在开发者努力方面排名第三，如果不按市值而是按实际开发者的努力来排名，顺序是比特币、以太坊，然后是门罗币。结果是，在我看来，中本聪共识的杀手及应用是货币，因为你有一个共享的稀缺性账本，而没有什么比货币更自然的体现共享稀缺性的概念了。但事实证明，正确的处理货币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就需要深入思考。比如说货币是否应该有完整的历史，还是应该是可替代的？像这种基本的想法，这种基本的工程设计决策，必须在早期做出一位将可替代性嵌入门罗币所需的技术，是非常复杂的。门罗币已经发展了6年，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我就是无法想象，这种社会契约在比特币中会发生。他们是社区外展的志愿工作小组，正如我之前所说，支持这一切的资金完全依赖于100%的捐款，向人们请求出于善心的捐助。门罗币社区的人们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实际上会站出来履行这些责任。但是如果你查看年度预算，如果门罗币是一家公司，虽然它不是，但如果门罗币是一家公司，你会惊讶于它的运营预算是多么微不足道，甚至是多么渺小。这就是因为有理想主义和热情的人在这个项目上工作，真正体现了开源精神，通常是在他们的业余时间。好的，总结一下，门罗币就是比特币新手认为自己购买的东西。所以我将稍微转换一下角色，正如我提到的，在全职进入加密货币之前，我曾是对冲基金的研究主管，因此考虑将加密货币视为一种投资的问题就出现了。当然，由于比特币价格的这些惊人涨幅，怕被讨论得非常频繁。关于门罗币文化的一件积极的事情是，它通常各时将谈论价格和回报以及价格飙升的情况。我希望我在学术金融方面有一些背景。我共同撰写了一篇关于流动性对资产价格影响的论文，该论文获得了应用金融领域的年度最佳论文奖。所以加上我刚才提到的诺贝尔奖，希望我能为关于金融和经济的讨论增添足够的学术光彩，以便得到门罗币社区的宽恕。比如，但事实是这个项目将吸引投资者，还将吸引持有者，这是一种社会经济对冲，因此市场上有很多投资机会，也有很多交易所交易基金。如果你相信公司应该在环境上可持续发展，并且他们的董事会应该有正式政策来在某种程度上强制实施可持续性，那么就有支投资于这些公司的交易所交易基金，对吧？所以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意识形态投资者。所以如果你真的关心可持续性，那么就有一个投资适合你，对吧？比如像伊斯兰金融这样的观点，他们对贷款支付利息的想法并不认同，所以你有另一种伊斯兰金融的子集，即不涉及支付贷款利息的投资。如果从类似的角度来看，门罗币基本上是一个理想的对冲工具，适合具有两种特征的人。人们担心中央银行在管理法定货币方面的失误和腐败，其次他们对监控资本主义的现状感到非常不安。在这种状态下，我们每个人的一切都被随时记录并将永远保留，而我们对此几乎没有控制权。这是以安全的名义进行的，但不幸的是，如果你把这条界限推得太远，你就不再是一个开放和自由的社会了。我们在西方对政府权力设定限制是有原因的，这是因为人们意识到当政府权力没有限制时会发生什么。所以像门罗币这样的项目是一种对冲，对于那些在这两点上有强烈感受的人来说，这基本上是一种把钱放在嘴边的做法，这只会吸引投资者。哥什法则是一个经济概念，最佳形式的货币会被囤积，所以人们会保留最好的货币，而将劣质货币用来消费，对吧？那好的东西他们会留给自己，这就是哥什法则。所以在门罗币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往往会发生。很多门罗币的用户曾经是比特币的用户，但现在每当他们处理比特币时，都会被关于可追溯性的各种担忧所困扰等等。因此来到门罗币这里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因为你不必担心这些问题，因为这种货币实际上是可替代的。由于它是可替代的，因此它成为优越货币形式，受到哥什法则影响而被囤积。这是一种趋势，人们会倾向于保留门罗币而花费其他货币。在美国至少还有资本利得税，我相信在德国也是如此。如果你在德国持有一项资产超过一年，你就不需要为其支付利得税，这是我所读到的，对吗？在德国是这样的，基本上税法促进了对那些稳健
且有实际存在理由的加密货币项目的关注，因此这也将吸引投资资金流向门罗币。问题是这些新投资者能否融入社区，因此作为顾问，我的部分工作就是尝试连接这些不同的世界。我试图与这些新投资者交流，他们可能倾向于想要与门罗币的管理者交谈，讨论发布计划，他们希望在下一个版本中加入这个那个和这个功能，基本上就是这种心态。我拥有一些代币，因此我是你的客户，你必须听从我的要求。然而这种想法在任何开源项目中都是完全行不通的。在 Linux 中变化并不是这样发生的，没有人会去找林纳斯给出他们希望在下一个版本中看到的最终通牒。所以基本上我正在做的一件事是试图架起传统投资世界与我们周围的 OG 加密货币开源世界之间的桥梁。因此我认为社区投资者是一类可以被视为社区中有价值成员的投资者。与其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是客户，他们会采取一种态度，认为自己是在代表项目承担财务风险。他们会采取自我保管自己的币，而不仅仅是把他们留在交易所。很多人都是这样做的，很多人把他们的加密货币留在交易所，然后交易所被黑客攻击，他们就会失去钱。现实情况是，如果资金在交易所上，而你没有私钥，那么这不是你的加密货币，你拥有的加密货币的欠条，这并不是你拥有的加密货币。我认为有一些方面是适合社区型投资者成为门罗币社区的坚实成员。这还需要做的一件事是确保在个人拥有加密货币方面有适当的法律结构。因此我帮助将传统金融世界的一个子集与加密货币连接起来的，就是信托。在像德国这样的法定法律制度中，信托的整个概念可能有些陌生，因为它源于英国普通法，但其理念是信托是一种法律实体。这是一种法律上的事，它有点像一家公司，但属于不同类别的法律结构。信托就像是一个资金的持有容器，给予者希望将资金给予受益人，但并不是立即给出，因此基本上涉及到三个人。有一个赠与者拥有财富，想要将其转移给受益人，但并不是直接转交，他们希望将钱放入信托中。因此受益人将制定信托的规则，然后将财产转入信托中。作为定义信托的文件的一部分，你有一份受益人名单，他们最终可能会从该财产中受益。然后你有一个第三方即受托人，受托人是被委托资产的合法所有者，但法律所有者是有条件的，法律所有者不能随心所欲地处理财产，他们必须遵循信托文件中的指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像加密货币人士所认为的智能合约，这有点像原始的老派的法律合同。如果您在选择信托中各个参与者的管辖区时稍加谨慎，可以获得一些优势，这些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管辖区。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我完全无法详细说明，但可能的好处是合法的减税。换句话说，这提供了免于被起诉的保护，因此如果钱在信托中，它就不再是赠与者的钱了，这不再是财富拥有者的钱了，这是信托的钱。因此如果有人起诉财富拥有者，财富就会消失，这不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信托。然后还有信托法可以保护这些资金免受诉讼。因此大多数人会想，你知道谁，我处于低风险状态，比如我很友好，不伤害任何人，没人会起诉我。但有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离婚。因此人们常常被他们最近才结婚的人抢劫，例如事实证明在婚前设立的不可撤销信托必须在婚前进行，否则将不算数，但这是为数不多的，
可以抵御挑战的事项之一，对吧？以及法律增强的隐私，因此，根据您设立信托的管辖区，您可能会受益于增强的隐私，以保护这些资产。实际上，对于那些不是美国人的人来说，你可能知道或不知道，但在遗产规划和财富管理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是新的瑞士。这是因为美国有不对称的法律，美国有一项名为外国账户税收合规法 FICA 的法律是奥巴马制定的，要求全球金融机构将有关美国人的数据发送回美国国税局 IRS。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不可能获得德国银行账户，因为德国银行账户需要向美国国税局 IRS 报告一大堆繁琐的要求以接受这个美国客户。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在海外工作时会遇到很多麻烦。因此，世界其他国家提出了所谓的共同报告标准 CRS 起，理念是相同的。就像德国一样，你知道，比如说一个欧洲政府想确保其公民没有试图在澳大利亚藏钱，对吧？所以他们签署了这个协议，让所有这些国家互相分享财务信息，以确保没有人逃税，对吧？基本上有很多国家已经签署了这个共同报告标准 CRS， 但美国并不是其中之一，因此存在不对称性，对于在国外进行合法商业活动的美国公民，所有这些信息都会发送回美国国税局 IRS， 但对于在美国设立财务事务的非美国人士，美国没有义务将信息发送回原籍国，因此有人说美国是新的瑞士。两个小拉链在水面上颤抖，每个拉链都有自己的规则以及它们上方的两组通风口。现在振荡器的步伐不一致，它们以反向振动产生不同的模式，当步伐一致时，它们会产生这样的模式。不协调模式是这样的。好的，这个实际上有点复杂，但这实际上显示了门罗币与比特币以及美国股票市场的月度涨跌之间的关系程度。债券市场和黄金，对吧？所以例如这个方框显示的是门罗币和比特币的交集，对吧？在这个轴上你可以看到门罗币的收益，在这个轴上你可以看到比特币的收益，因此你可以看到在门罗币表现良好的月份，比特币也往往表现良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这种模式这里的相关性。你还可以看到门罗币在正向上有一些非常极端的异常月份，这个月门罗币基本上在一个月内翻了4倍，所以拥有加密货币的一部分就是你要经历这场非常疯狂的过山车之旅，你需要能够应对这一切。但这表明门罗币与比特币的收益之间存在相关性，相关系数为 0.4， 1.00 的相关性是完全相关的，它们一起上涨和下跌，-1则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上涨另一个就下跌。因此在现代投资组合理论中，这对于你的投资组合如此，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观点。如果你有两个你期望在未来表现良好的资产，并且它们是无相关的，换句话说，当一个资产上涨时另一个资产保持平稳，或另一个资产下跌，换句话说这两种不同资产的日常涨跌往往会相互抵消。如果你有这种情况，那么如果你将这两种资产组合成一个投资组合，你的整体波动性将会得到改善，因为你所添加的成分会降低波动性，反相关，对吧？这对华尔街的投资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相关结构往往比超额收益的预测更可靠且持久。因此
相关结构往往会持续存在。华尔街总是在寻找无相关性的阿尔法来源，例如如果你查看门罗币与传统资产如美国股票市场的相关性，我们得到了 0.01。 所以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想法，将以不同方式波动的资产组合在一起，可以对你的整体投资组合产生积极的影响。现在再次强调，这只是谈论相关结构，这个就像是涨跌，这并不是在讨论未来价格是否会上涨，那是一个不同的问题。让我展示一下这个，然后我就结束。抱歉，我超时了，但我想在我之后没有其他人，所以我会尽量快一点。所以，我认为我在这里展示的几乎是你所需要的唯一资产价格图表。这是一种非常长期的观点，这显示了从2009年加密货币开始到2020年的情况，这是11年的历史。你几乎在加密货币博主身上看不到这种情况，那些在 YouTube 上喋喋不休谈论加密货币的人总是关注昨天发生的事情。对于任何有长期观点的人来说，这完全是一种干扰。因此我建议在将加密货币作为资产进行分析时，横向和纵向都要放大视野。所以我在这里展示的每个分区都是10的倍数，对吧？所以这里我们有一分、一美元和10,000美元，这就是你知道的最初投资1欧元变成1000万欧元，这就是规模，对吧？在这种规模下，所有这些看似巨大的起伏都消失了。例如让我们看看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美国股市。如果你参与过股市，你知道2019年12月是一个非常好的月份，对吧？我们谈论的是上涨的 15%， 这对于股市来说真的很大。但是如果你从这个尺度来看，这就像一个像素，所以我认为这强调了任何人在考虑将加密货币作为可能的投资时所面临的决策。这就像是一个婴儿，他仍然是个婴儿，怕真是令人惊叹，因为他的增长幅度是巨大的，但与其他资产相比却仍然很小。这张图表仍然是个婴儿，所以我在这里做的是，如果有人告诉你比特币的价格是7000美元，很难理解这到底是高还是低，对吧？谁知道呢？这真的很难知道，因为这只是一个比特币，很难将其放在一个合适的视角中。所以我在这里做的是，我计算了所有现存比特币的总价值，对吧？从比特币的开始算起，随着时间的推移，矿工获得的比特币奖励越来越多，因此存在的比特币数量也在增加，价格也在上下波动，对吧？所以我将现存的比特币数量乘以当前价格，这样就得到了市值。我所做的是将其除以世界上所有地面上的黄金的价值，对吧？也就是说，所有已经从地下挖掘出来并存放在世界各地金库中的黄金，主要由中央政府拥有，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在珠宝等其他地方，对此有一些估计。所以基本上有关于世界上任何时刻黄金数量的估计，因此我将全球所有比特币的价值除以全球所有黄金的价值。我已经这样做了11年，所以你可以看到目前全球所有比特币的价值大约是所有黄金的 1%。 换句话说，所有的黄金价值是所有比特币价值的100倍。如果你对门罗币 Monero 也这样做，这个类比对门罗币来说甚至更为恰当，因为当你翻转一根黄金条时，你不会看到拥有这根黄金条的每个人的名单，你只看到黄金。因此门罗币的作用更像真正的黄金而不是比特币，因此计算全球所有门罗币的比例更有意义。这些门罗币值多少钱，将其除以全球所有黄金的价值，如果这样做，我们看到的是1/1000。所以当我说这个资产类别仍然是个婴儿时，我的意思就是它还很早，事情可能会对它有利，
也可能会对它非常不利。可能存在一个没人知道的漏洞，可能会有政府行动。我认为很多人对此过于担忧，因为我们这些极客倾向于将政府视为像 Reddit 版主一样拥有绝对权力的存在，但政府的运作方式并不是这样的，实际上更为审慎。如果发生不公正的禁令，可能会有像最高法院这样的机构被要求决定，例如美国人是否拥有以私密方式进行价值交易的基本权利。这可能是未来由真正关心隐私作为基本人权的人提出的法庭案件。但我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关注。
Thank you.